只要你到楼下，楼下你从那边，你电梯在那边嘛，你下去嘛，从那边你就绕过来。你就是往右，然后往这个方向走，就从停车场后面这样走。没有没有，你看到那边有个红色的伞，你们看到一个红色的伞，那边有红色，就沿着那个走出去，就是会到那个的东门了，就会到东门街这样的。OK OK， 就是往那个方向，就到永康街。没问题没问题，那就是了。好，好，谢了谢了，谢了好。OK， 好，拜拜拜。那我就不送你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拜拜拜。